什么意思啊？守护天使，搞事情，搞事情。那你给我选的谁？终于可以把自己的命运攥在自己手里。那我就玩啥呀？跟着我走，小你可以有更好的保护自己。开心吗？我觉得这今天是我这几天最开心的一天。哎，这还挺好看的。你是一个越相处越可爱的人。今天的约会我是有心动过。他特别可爱，比自己可爱多了。我觉得我有一点吃醋。真的假的？谢谢你。